这样吧，说我在上洗手间。还差几个字，植物是吧 ？Hello， 我回来啦，稍等一下，我把我这个小课堂稍微布置一下。现在好了吗？嗯。哦，不是，我坐在这就要挡住了。所以刚刚那个是好的，可以调这个。我先看看我这样做好吗？可以，就这样吧。哎呀，好像是我们瞧过这儿。Hello, hello, hello. 新进来的朋友们，如果没有关注我，请关注一下我，然后再帮忙点点赞。今天是赞赞植物小课堂第十讲，第十讲呢，我们今天是有抽奖的活动，但是是需要大家帮我点亮一下，就是首先是我。点亮左上方的小红书小红心关注一下我啊，然后再帮我，今天是要大家努力点赞，今天是任务应该是点满，第一次抽奖是点满30万然后再抽奖，然后第二次是再加30万是60万再抽奖，最后一次呢也不是最后，大家就是就可以一直点赞，反正就是间隔是30万抽一次，30万点赞抽一次奖，那条件呢，就是首先是我的加入我的粉丝团，其次呢还要点亮一下粉丝灯牌。谢谢大家点亮了粉丝灯牌啊，是吧，这就是给大家第十场，然后给大家换了一个就发型还有发色都换了，刚刚我不知道在说什么哦，北京今天好像是在正在下着小雨，在很惬意的晚上来跟大家进行这个赞赞植物小课堂第十讲，马上到第十讲啦，就不是马上到，今天就是第十讲，就很开心大家陪我了17的这个赞赞植物小课堂的这个一个小的一个话题，一个小的一个活动。大家今天一定要动情的小手，辛苦一下小手，今天帮忙努力的点赞，好吧？今天是到30万的时候是有抽奖，然后60万、90万依次递增，然后我们来进行抽奖。大家敢相信吗？今天这个发型是我自己弄的。哎，哎呦，不行，不能碰坏了。哎，这个镜像实在是让我摸不透。
大家先稍等一下下，这个头发不能乱。新进来的朋友们，大家晚上好，这里是赞赞植物小课堂第十讲。今天除了给大家就依旧介绍我们的植物，还有后面的鱼，就是给大家介绍一下养护和我平时的一些心得，可以跟大家一起讨论和分享。其次，今天最主要的一个环节呢，就是抽奖的环节。今天到30万、60万、90万依次递增，都可以进行抽奖。那抽奖的条件呢，就首先你要点亮我的左上方的小黄心，关注一下我，加入我的粉丝团，是我的粉丝团的成员，然后帮忙点亮一下粉丝灯牌，就可以进行抽奖啦。可以给大家想想，我刚刚看到有朋友然后说想要看我喂喂鱼，好的，我今天就给大家喂两下好不好，不能多，一下两下不能多。哇，谢谢送的彩虹太阳，希望大家的以后的日子蒸蒸日上，像彩虹太阳一样绚烂多彩。啊，都来了 ，Hello Hello Hello， 谢谢谢谢。我今天这个发型真的是自己弄的，头一次弄这种发型，也不知道怎么地，自我欣赏，感觉还蛮好的。哇，谢谢送的这个桃花朵朵来，是运气。谢谢送的红盖头，哇，今天好喜庆啊！一开播就这么的喜庆，谢谢大家。祝大家的日子红红火火，好不好？开开心心的。水怎么发白？是因为我最近喂食比较多，因为比较期待这个赞赞植物小课堂第十讲，所以喂他们喂的比较多，可能消化系统有点支撑不住，这是一个原因。还有一个原因可能就是马上要变成绿水了，所以水才会发白。没有关系，鱼的状态还是很好的。最后十点之后我们会给大家介绍一下鱼的养，就是大家比较好奇蓝瘦的这个养护的知识，或者咱们一起去欣赏一下它好不好。谢谢谢谢送的小黑墨镜，谢谢 kiss kiss kiss。好了好了好了，那我们就还是现在已经过了10分钟了。大家如果对我往期的这些介绍过的植物，大家有什么想看的吗？可以在屏幕上面打出它的艺名，好不好？我来给大家去看看它们一个星期过后，它们又是怎么样的一个状态，是有没有变好，或者是因为高温然后产生了不一样的一些情绪啊，或者是变化。因为他们吃的比较多，所以鱼比较胖。鱼比较像我，是因为他们长得憨憨吗？还是和我一样食量比较大？对，发色染回来了，就是为了这一期第十讲。谢谢大家一共陪我度过了17的这个赞赞植物小课堂的这么一个小的话题，好不好？想看心里有你，心里有你就在这儿，因为它在这个面板后面，所以比较难拿。大家就下一次给你看好不好？或者待会拿出来以后比较方便。还有大家什么想看的吗？帝王花烛是吗？它真的是一如既往的打我的脸。好，咱这个开播，哎，帝王花烛在这里，它还是没有长新叶，但是它的新叶马上就要抽出来了，希望它的新芽能长得顺顺利利。喜欢我手上的戒指，给你，金刚芭比，哎，金刚芭比，哎，
金刚，不行，金刚芭比是哪一个了？可能今天比较忙到一下子突然忘记了金刚芭比。朋友，你把我给难住了，真的，你好棒啊！啊，怎么感觉这个今天直播有一点点小小翻车的这么的一个前奏？哦，金刚芭比，哦，金刚芭比，金刚芭比，哦，原来是他。金刚给大家看一下金刚芭比，我们应该是六月底的时候给大家介绍了金刚芭比，然后它的学名是黑丝绒花烛，它的艺名是金刚芭比，对吧？但是你看，这是它还没有分株的时候的一个状态，现在我把它全都已经肢解化了，就是它的母亲旁边生出了很多小侧芽，就是它是一个伟大的母亲啊，生了很多小侧芽，结果我还把母亲的头给就是给它分株了，然后也可以给大家拿出来看一看。金刚芭比，这个是金刚芭比的宝宝，这个是金刚芭比的母亲。之后我就会有很多金刚芭比了，大家看一下，这个是金刚芭比最大的一个叶片，然后是最美的一个叶片，看得清吗？它就是最边上的这个叶片，然后它就变成了单株了。它是一个英雄的母亲。然后给大家看一下分出来的小宝宝，这是一颗，哎呀，这又是一颗。还有，我记得一共给分出来了三颗，是吧？大家一共，你看这个分出来种上的时候，它现在已经萌发出了新叶子，新的叶子就是已经是蓄势待发的，是不是？这是最小的一颗，然后它这个是母装。哎呀，我可能节奏稍微慢一点，我怕今天会翻车，大家肯定不乐意看到我翻车吧。你看这个就是它的母本，你看母本现在已经长出了三个芽，这里是我涂了那个多菌灵，是给它给这个，它其实是长在这上面的，我把它给砍了，这个词不能乱说啊，就是给它像大哥一样，我就是这样。然后你看长出了很多小侧芽，它侧芽已经长出了新的小叶片，三个小叶片，所以我觉得它这个母性特别好。它能就是感受到了应期的这个反应，它就能爆出很多小崽，所以它母性真的特别棒啊。我刚看到一个网友说哦，网友是朋友，你说是我不当演员了，我当然当演员了，只是在我拍戏的间歇时候给大家分享我日常比较喜欢的动植物怎么去养护它，或者就是分享我一个比较开心的一个状态，所以咱们直播间的一个 slogan 呢，就是分享绿色贩卖快乐，好不好？这些植物都是我在拍戏间暇时间，然后自己去亲手养、亲手去种、亲手去养的动植物。哇，我能感受到大家的热情了，虽然我这个花房就是很久只有直播的时候给大家开了这么一次空调，但是我现在就是还比较热血澎湃，就对，咱们就是说现在比较热血澎湃，已经开始流汗了。你看我已经流汗了，我感受到了你们的热情啊。那今天呢，为了回馈大家，就是希望大家多多努力的点赞，马上到30万赞的时候我们会有一个抽奖的活动，然后到60万、90万都会有一次递增，我们都会有抽奖的活动，好吧？抽
抽奖的条件呢，就是点亮左上方的小黄心，关注一下我，然后在只要是我粉丝团的成员，今天请麻烦帮我点亮一下粉丝灯牌，你就可以有条件进行抽奖了。对，今天其实会有礼物，不同的礼物，希望大家期待一下，好不好？啊，但这位朋友，你看完了这个叫啥了？这个叫，我又忘记他了。这个不哦，金刚芭比，英雄母亲，对不起，他金刚芭比。为什么之前有朋友给他起名是金刚芭比呢？是因为你看，给大家介绍一下，你看他的页面是属于那种。丝绒质感，它有那种像女生一样那种柔软和细腻，又有男生质，你看它的这个纹路是那种凸出来的叶片，凸出来的质感就有点像肌肉，所以它就是男生女生就不能，就反正就是一个介于中间的这么一个产物，就是它就所以就叫它既有女性的柔美又有男性的阳刚，所以给它起名叫做金刚芭比。他的艺名是叫金刚芭比，中文名不是，他的学名是叫黑丝绒花竹，他是花竹属的。没有啊，这个不是。今天这个可能是现在有新进来的朋友们，咱们直播间呢就是一个分享绿色贩卖快乐的一个直播间，就是所有大家看到的东西介绍的东西都是本人自己去亲自去养亲自去种的植物和动物，所以是不售卖的，是来给大家分享一下我平时的一些日常生活，比较快乐的生活，希望你也能感受得到。好不好？有没有郁金香？有，今天想看的都会有，只要大家提问，什么都有，好不好？那我就先把这个金刚芭比放回去，因为我怕植物太多，没有一次弄得太好，容易翻车。大家就是，可能今天的节奏会稍微慢一点，但是没关系，咱们依旧是快乐的一个直播间。没有没有没有，我就是在分享我的动植物，这是我自己的在北京的一个家的一个小花房，好不好？大家还有想看什么？除了金刚芭比，今天很欢迎你们去看看往期介绍过的植物。刚刚那个金刚芭比朋友就已经，我已经被他难住了，我一下子就记不起金刚芭比是什么了，因为今天就是。咱就是说今天很激动，因为大家陪了我十期，这十期有酸甜，没有酸甜，只有快乐，所以今天只会更快乐。月色朦胧假荷塘，它今天就在边上，为什么在边上，我们一会儿再介绍，可以给大家看一眼，咱就是说只能看一眼，然后证明我记住它，好不好？是不是跟那时候的月色啊，不是月色朦胧假荷塘差别很大呢？现在养的特别的好。加油加油加油！努力点赞，努力点赞，因为我一定要把小五礼物就是给抽给大家，好不好？啊，是的是的，鱼是基本大部分是潘氏的，还有其他的鱼种。这些就是大家想称呼他的波妞，但是其实就是我有点稍微有点翻车了，就可能喂的比较多，现在水比较浑，但没有关系，鱼的状态都是非常好的。
哇，快到30万！大家今天好热情，真的好热情，这速度啊，礼物不够呀！再看看无脸男，无脸男是啥了？哦，无脸男，对不起，今天老哎，谢谢送的那个大冰块是吗？是给我解暑吗？谢谢谢谢，我好像是大冰块，还是小城堡来着了？哎呀，看错了。哎呀，给大家看看，哇塞，这个无脸男现在已经是，真的是无脸男开大会，大家还看得到我吗？我就在这儿。不是，无脸男现在太大了，这哎呦，我稍微往后面给大家看一看啊，大家有看到无脸男吗？无脸男现在已经是张牙舞爪了，你看无脸男旁边还长了一个小的小苗苗，因为之前他也有长了小苗苗，然后我给他换盆了，换了一个啊，40万了，哇塞，这谢谢大家，谢谢大家的小，谢谢本人，谢谢大家本人和你的小手指，谢谢谢谢。还有谢谢大家对我的爱，好吧，这个无脸男，然后是我给他换了一个大盆，然后他的里面有他，因为他是芋头鼠，他里面就有那种小的种球，他的种球我就把它给拎出来了，还有他长这些小芽我单独拎出来重新种了，然后又很多小崽，我能不能大家，我必须，我很骄傲啊。骄傲就是直播间有你们，然后还有我的这些植物，但是一定要给你们看我这个夏天就是大汗淋漓这么辛苦，然后把它们养成这么好看，必须得给大家展示一下成果。因为我今天的语速简直了，是我的平常生活的很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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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倍，简直了。马啊，不是，一定会抽。你看，这就是我给大家看出来，就是它的小苗，然后我重新拿出来重新种了，种完了以后，但你看它的景化其实比它的母亲长得还好，你看它的斑块，这个就是因为它，我之前跟大家有普及，就是这个植物它是景化是分那个怎么说呢，就是不是很固定的，它是随机的，所以你看这一颗也是它的宝宝，但是叶斑就没有这一颗它的景化来得好，是吧？所以这个是它的小宝宝。好了，我介绍完了，分享我的快乐完了，然后来给你们带来快乐了。哇，现在我看看，现在已经大家点赞已经50，我真53了，这么快吗？不。哦，对，我们这个大家首先啊，抽我们的抽奖是需要是我的粉丝团成员，如果不是我的粉丝团成员，大家赶紧的点亮左上方的小黄心关注一下我，然后再什么了，然后你就是我的粉丝团成员了，粉丝团成员完了以后，请为本场就给我点亮下粉丝灯牌，你就有资格参加了抽奖，好吧？我们现在公屏。现在话不多说，谢谢你们的关注，然后在那个屏幕上点就是打出赞赞植物小课堂，打出这个字，然后我就开始截屏，一共因为现在已经过了30万了，我们来第一次抽奖啊，过60了，那就咱就是说一共抽。那就30和60的一起抽好不好？30和60的一起抽，那30和60的一起抽呢？30是给大家抽三次，60给大家抽三次，那就是一共可以给大家抽6次。6次呢，我们就一次，那个大家打出赞赞植物小课堂，我截图好不好？我截屏，我现在有一个备用的手机，我备用的手机里面那个截图。就是每一次截图的第一名，他就是你，
好了好了好了，辛苦大家打了赞赞植物小课堂了，好了，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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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把屏幕装起来。好，不用，我这有了，看不到呢，啊，看不到呢，你们看不到我，都我没事儿，没事儿没事儿，咱们准备开始抽了，那就是30万的第一次。准备啊准备啊，大家刷起来打起来，321我结。好。我们30万的还有两次，我们依次结好不好，就我们依次结完了以后再一起看好不好，然后我们大家怕大家刷的太辛苦了啊，但还是得刷，刷起来刷起来，马上结第二次了啊，1、2、3。好，第二次完了，30万的第二次完了。好，现在我们再来30万的第三次，大家滚动起来。好，马上马上马上，1、2、3，截屏。好了，30万的已经截完了。30万获得的是什么呢？30万就是每一个截屏的第一个 ID， 就是你就获奖了。那每个 ID 呢，首先就是送我的签名照，就亲笔签名，然后把你的 ID， 就是你想写的 ID 是什么都可以。然后现在你们去关注一下那个管理员，然后管理员也会关注你，然后把这个信息全都，你的收货地址，然后发给那个管理员就可以了，好不好？我们可以线下沟通，就是因为是兔签嘛。好好了，那我们现在就可以念一下名字。哦，我念，哦，我要念是吗？对，哦，好好，那我首先我给大家先歇一会儿，别打了，手太累了，歇一会儿，喝口水。然后我们现在把这个30万的中奖的给大家公布一下。哦，你看，朋友们看到了吗？哎，这个应该是那个用户8890的那个朋友，他是第一个显现的，但是由于他没有关注本人，他不是粉丝团成员，也没有给我点亮粉丝灯牌，所以他应该是不算数的，好吧？所以我们现在获得是那个 POH， 你中奖了，好不好？然后是首先是第一个。然后第二个中奖的朋友是，给大家看看啊，那不是这个缩小，给大家看看，也是看，因为这个他顶上是能看到他的字，所以应该还是算他。那我们是BLANK 开头的朋友，然后他是符合条件的，谢谢。然后第三个中奖的是在在啊，第三个是中奖的。好，我们30万的就已经抽完了，继续抽60万。对，我们现在继续抽60万的好不好？啊，好的，那我先发吧，我怕混了，你备注一下先。对，我怕混了，大家稍等一下啊，我们马上就接着抽60万的好不好？60万的会有不同的礼物，60万有不同的礼物。好了，我回来了。现在呢，马上大家如果还没有
因为刚刚有一个朋友，其实应该是他中奖了，但是由于他没有关注我，不是我的粉丝团成员，然后也没这一场也没有给我点亮粉丝灯牌，所以没有办法了，是吧？抱歉朋友，所以就现在大家没有关注的，请点亮左上方的小黄心，关注一下我，进入我的粉丝团成员，今天帮我点亮一下粉丝灯牌，就可以进行抽奖啦。来，我们话不多说，我们进行第二次抽奖好不好？就是60万的抽奖。现在我打开我的，我已经打开我的这个页面了，所以现在给大家来了喊了啊，大家赞赞植物小课堂刷起来，好吧，3、2、1，截图，60万的第一次，然后再来。3、2、1，60万的第二次，截屏。好了，现在是马上60万的第三次，大家最后坚持一下，3、2、1，截屏。好了，来，我给大家念一下中奖的朋友。来给大家看一下60万中奖的第一个朋友，他的 ID 是这个，叫做不合理，合理的，你中奖了，哦，不合理的朋友，因为是60万第一次，我刚刚跟大家说了60万有不同的礼物，那抽的第一次是获得一个这个，给大家看一下。是一个小多肉的一个乐高的，可以拼的，它可以也可以像这样分开放在每个架子上，就是自由去拼换的，很可爱，很好看。哎，看到吗？就特别可爱，特别好看。谢谢朋友，你中奖了。然后我们看一下60万。第二个朋友，60万第二个朋友，其实他本来应该是属于这个幸运是属于夏天的，但是由于夏天没有，不是我的粉丝团成员，也没有给我点亮粉丝灯牌，所以是进行不了抽奖了，抱歉朋友。哎，谢谢送的这个小灯笼爱心，好吧。然后依次接着下面一个是木长风羊歪歪的头秃了，没事儿，你会有这个好运气，你的头发马上就会给长出来的。谢谢你，你中奖了。然后60万第二个，但60万第二个呢，依旧是签名照，然后第三个也是签名照，然后我们现在看30万的第三个，不是60万的第三个中奖的朋友。是叫娜娜10158226，这位朋友，谢谢你中奖了，恭喜你中奖了，大家不要灰心哇，马上就要到90万了，90万了以后就可以给大家继续抽奖了，哇，不过大家可以稍微放慢一下节奏，没关系，现在大家不要打了好不好，我们抽奖已经先暂停了，我们先歇一歇，让小手指先歇一歇好吗，点赞可以慢慢再继续往上点，不着急，很谢谢大家能来我的直播间，然后给予我鼓励，陪伴我了17，这是赞赞植物小课堂的这么一个小的一个话题，然后已经陪伴大家了第17，就是怎么很开心你们能陪在我身边，然后听我每天就是每个星期去碎碎念，对吧，每个周五其实疲惫完了又很快乐，马上过周末了嘛，对吧，大家把这个宝贵的2个小时的时间就是给了我，谢谢你们。那我们今天已经90万了，哇塞，没想到朋友们，你们真的太棒了，
但是我们今天除了抽奖，还是要给大家我们插播一下好不好？90万的，我们先给大家介绍这个，有人来吗？你们帮我，我是继续介绍呢，还是继续抽了？那到了，那第到了不得，到了，到了咱就抽，这个节奏是没想到这么快。对对对对，没想到节奏这么快啊，有点，谢谢大家，谢谢大家的热情。看了看了看了，介绍是吧？哎，啊。我抽吧抽吧，大家已经在屏幕上打了赞赞植物小课堂了，已经就到了90万了。哦，大家抽了以后获奖的，他们知道谁是管理员吗？哦，会有飘屏，大家中奖的朋友一定要关注一下管理员，管理员也会互关你的好不好？互关了以后，因为你会要给这个地址，我们才能把礼物就是给你。好不好，把奖品给你，然后90万也是90万的第一个朋友，截屏的第一个朋友也是获得这个多肉的这个小乐高，这个小乐高你看它又可以组合在一起，放在一个案桌上，也可以放在这个多宝箱的这种小柜子，多棱格的这种小柜子，它也是可以单独拆开的。这个是我们90万第一个获奖的朋友，就是这个多肉的这个小乐高。然后第二、第三个朋友呢，还是我的签名照，好不好？啊，我看到大家已经在屏幕上打出来了。好的，好的，我现在呢，给大家截图。好的，如果新进来的朋友没有关注我的话，是没有办法进行抽奖了，请点亮左上方的小黄心，关注一下我，再加入我的粉丝团。只要你是粉丝团成员，并且今天给我点亮粉丝灯牌，就可以进行抽奖了，好不好？好不好？我们现在就开始要抽第二，就是90万的第一个了。那就请给屏幕上打那个赞赞植物小课堂，好不好？我要进行截屏了。好，那个马上啦，90万第一个，3、2、1，好，截屏了。谢谢大家的支持，也恭喜你。然后第二个90万的第二个朋友，3、2、1，截屏。然后90万的第三个，然后赞赞植物小课堂，那个大家打字辛苦一下，3、2、1，好了好了，已经截完了，大家可以不要打了，让小手手歇一会儿，好吧？那我现在来给大家念一下。看到了吗？这个是90万的第一个朋友 ，OUTSIDELDR。然后这个朋友你要关注一下那个管理员，恭喜你。然后哇，这个朋友好可惜啊，但我还是能看到他的那个 ID， 但其实他已经过去了。这个两位朋友我都送吧，好不好？因为我觉得太可惜了。就是其实因为它太亮了，
太亮了，对，会有兔签，会有兔签，谢谢送的小爱心。然后90万的第二个获奖的朋友是 NAN 好不好，还有这个 IM 的也送，也送这个90万的第二个送给两个朋友，是因为他的太亮了，但是我也能看到他最顶上的那一位朋友，所以我就希望大家能把运气，就是好运，这个可能签名照并不代表什么，但是是一个好运的一个分享，可以分享给大家。是的是的，是兔签，是兔签。怎么回事儿？这个九十九 ，Hello， 这个情况怎么办呀？这也是这个都，但我能看到字，但这个不是这个算谁的呀？对呀、啊，很尴尬，就是橘子味。两个都送吗？它不是你的名字。哦，不是啊，上面啊。哦。哦。对吧？哦、是，哎，90万的第三个也是，90万的第三个也是两个朋友，因为我真的看到了，他首先是获奖的是橘子味的云，橘子味的紫云，紫的爱心，你是一个。死的爱心，好吧，你中奖了，然后局外人也中奖了，因为这个我也两个都能看到，就是真的没有办法，那就把好运送给大家，好不好？好了好了，哎呀，可以歇一下了，好了，已经结束了，好吧，抽奖已经结束了，大家先缓一缓，点赞大家慢慢点，不着急。对，也是两个都，也是两个都送，好不好？都是兔签，都是兔签，就是兔签，就是兔签。然后如果你要想写什么话都可以，但是只要那个话不过分，就是没啥情情爱爱的，那个搂搂抱抱的，咱都可以，都能满足大家。兔签家管理员放红包在桌上，欢迎中奖的观众。啊，中奖的关注一下。管理员左上角放红包，哦哦，管理员在那个左上角放了一个小红包，就是刚刚30万、60万、90万，那个获奖的朋友们，恭喜你们！那请点亮一下，不是点亮一下，就是点一下左上方的那个小红包，好不好？然后关注一下管理员，管理员也会回关你，然后你们再进行私信的沟通，沟通完了以后，我会给你们兔签，兔签的同时，你要有想写什么寄语都可以，只要不是什么，稍微就是合理一点的，咱都能安排，好不好？咱都可以安排上，哈。今天很开心啊，今天很开心，就是很开心大家陪我度过了17。那现在我们还是依旧按着往常的速度，把这个话语慢慢的降了下来，给大家分享一下我。赞赞植物小，哎，谢谢，那个是爆冰机吗？那个是什么？我一直没看到那个小礼物。谢谢你送的什么小爆冰还是什么？谢谢你。我会把这个节奏放慢，依旧给大家推荐，真的是刨冰机，谢谢你送的小刨冰，依旧给大家推荐赞赞植物小课堂第十讲推荐的一期一会，好不好？好看、好养、好买的种的植物，养种植的植物，还有鲜插花的植物。那首先呢，给大家看一下是这个，这个大家刚刚是有看到说了是那个他叫啥了，他的艺名是叫啊，他的艺名叫什么什么假核桃来着了，刚刚对不起，刚刚真的是乌泱泱的，比较毛躁，我们把节奏给放慢下来。
后面的是那个蓝瘦金鱼，又名叫也叫波妞，大家也叫波妞。这个是月色朦胧假荷塘。这一颗月色朦胧假荷塘，今天是给大家推荐的一期一会里面好看好买好养的植物，真的颜值非常的高。大家可以给大家看一下这个照片，哇，时间真的过得很快。这个照片是在5月27号，可能5月底5月末的时候。哇，谢谢送的这个彩虹盖头，这个红盖头，红红火火喜气，就是就送给屏幕前的你。好，谢谢你送的刨冰漆，我现在就感觉镇静了很多，很开心，谢谢啊。这个是5月底的时候5月末的时候给大家拍的，然后它的学名是伯乐锦曼绿绒，它的艺名是月色朦胧假荷塘。当时它的这个状态是这样的，就比叶片比较的稀疏，不是特别的多。经过两个月不到，今天是7月22号，一个多月的时间，只要你有给它付出了爱，你看它现在长得真的是郁郁葱葱，长得特别的好。然后看它每个叶片的这个，为什么大家会说就会看它说啊，我们以前看以前的那些叶片不是都是绿色的吗，为什么会有这种花纹，是不是它营养不良了？其实不是的，它的这个叶片呢，这个淡绿色有点抹茶的这个是它的景化，你看它这个是有点雪花般的一个，这个就散开的，有点那种蛋花汤的那种感觉，是不是有那种菠菜蛋花汤的这种感觉。然后它又具有了全绿，这个就是它正常的这个叶片全绿色的，这个景化只是它这棵植物的变异，所以不影响它的健康的程度。我后面呢是给它上，因为它长得特别的郁郁葱葱，因为它是属于曼绿绒属，它是可以加棕棒，然后它的根系会附着在这个棕棒上，它会长得越来越高，会攀爬上去，然后它的叶面就会这种垂下来，特别的好看。卡吗？不卡吧？对，就看到它又有一种植物本身的治愈感。然后如果你当时现在此刻屏幕前的你正在减肥，对吧？你想看着它，哇，就饱了，或者也有一种可能就是你更有食欲了。但咱不管什么怎么说，就是开心了，胃口就会打开，就会笑口常开，就会更好，每天伴随一个好的心情。这个就是赞赞植物小课堂推荐给大家一期一会第十讲推荐一期一会的这么一个植物，它的学名是叫伯乐锦曼绿绒。然后大家还有一个养殖的技巧，为什么它这么好看，这么的性价比这么的高，又不贵，然后又这么好看，为什么赞赞不早些给大家推荐呢？其实还有个原因，就是之前它长得没有那么好看，虽然已经很好了，但是长得叶片比较稀疏嘛，大家看五月末的时候，但是你看它夏天这么高温的一个环境它都能长得这么好，可见它的好养程度是特别高的，颜值高又好养，性价比又高，所以肯定要给大家推荐一下。包括可以给大家有一个技巧，
因为我比较本身比较喜欢景化植物，所以你看大家看到它这边也会出这种绿色的叶片。我们如果你不是很喜欢看这个绿色的叶片的话，因为这棵植物咱就是说白了每个植物都有它的欣赏的一个角度，对吧？如果你欣赏是它这种多个颜色变化的这么一个过程，谢谢你送的这个小黑墨镜，你要看它这个变化过程，这个绿色的叶片就会显得逊色了一点。那这样教大家一个小技巧，你就可以拿一个小剪刀把这个绿色的叶片给剪，我先拿这个盘，就是剪掉，就要把它给修剪。因为大家不用不忍心，因为如果你要是对植物好的话，植物要适当的修剪会能让它长得更好，可以这样想，是吧？我们还可以接着把它绿色的叶片，哇，它这个长得太灵了，它这个绿色的怎么都长得那么灵验，就来给大家就是一个技巧，我就下播的时候再给它清理一下这个绿色的叶片就可以。你看这个绿色的景斑不是特别多的，都可以给它给剪掉。哦，它有景算了，这个是一个分享绿色贩卖快乐的一个直播间，这个是我的一个花房，里面种植了我除了拍戏之外喜欢的绿植，还有这些波妞是我养的动植物，能在比较快的一个拍戏的一个节奏之后能让自己沉下心来。谢谢送的小蓝墨镜好不好，这是我自己养的植物，来给大家分享一下。好的好的好的，收到。现在大家接收到了一个新的信息，如果到了150万点赞，到150万的时候我们再给大家抽一次好不好？没事，大家可以看着我的直播，然后慢慢的点赞，然后我们把节奏放慢下来。这个可能是我们这个直播间，因为我本身说话的平时跟拍戏时候说话的节奏不一样，我现在就是平日常的说话节奏就比较慢，好不好？这个真的是一个特别好看好买好养的植物，它叫伯乐景蔓绿绒，如果你种草的话也可以哦，可以去观看一下。它真的，你看是不是有一种菠菜蛋花汤的感觉，紫菜蛋花汤的感觉，它这种幽绿色，那种暗绿色，但是它是那种亮面的，就会有一种格纹的那种闪光点。但是你看它这种花纹，因为它是景化植物，所以它的变化是多端的，你只能每天去期待它下一片叶子又是长出一个什么新的花纹，是不可控的，所以它每天也都会给你带来惊喜。你看这个我是5月底的时候没有上棕棒，所以也不是棕棒的原因主要是我养的好，真的是我养的好，就是养的太好了，之后我现在就给它上了棕棒，它会长得更好。如果大家喜欢那一种就是它朝一面长的话，因为我是把它放在一个我这个花房的中间，它是背面也可以接受到灯光的，所以它长得比较散开，是个圆环状。如果大家想让这个植物只朝一面，就它的你可以放在这个阳光就是朝着你正面打，或者灯光朝着正面打，
它的叶片会有向光性，它的叶片只要有向光性，它就会朝一面长，那个给你带来的美，那可不是一点点，好不好？它就像一个小小每个小手来拥抱你一样，你如果放在，它放在哪都好看。而且花房只有我是今天直播了，我才给开了一下空调，降了一下温，平常的温度可能现在因为是刚好是到了大暑嘛，温度特别高，花房的温度都有个30度、29、30度了，它都能养这么好，所以是很推荐大家新手朋友们你去养它的。如果老手朋友们，那就更应该养它了，因为好养啊，你只要放在一个边上，它都能起到一个点缀的作用。所以这一盆伯乐锦曼绿绒是可以推荐给大家的，是值得大家去购买的，好不好？这是赞赞植物小课堂第10讲给大家推荐的种的，怎么可以去种植它的这么一种植物啊。先喝两口水，缓一缓，然后我们再给大家介绍赞赞植物小课堂第10讲推荐的鲜切花，好不好？谢谢送的小红盖头。第10讲真的很开心很开心，可以把它养在地里，如果把它养在地里，那就长得更好了，它会肆无忌惮的去生长。其实可以给大家看一下啊，它顶上的这个根都从边上扎到土里面了，因为它长出来了，我是给它给把它根又塞在土里面了，它会吸收土里面的养分，它的叶片会长得更大。这个现在的叶片还不是最大的时候，它可以再长再大一点点。大家对北方可以养啊，北方现在的温度是适合它的，就是如果是冬天的话，是需要把它放到室内的，因为北方的冬天太冷了。大家尽量曼绿绒尽量都在15度以上去养它吧，状态会稍微好一些，好不好？如果温度太高了，你温度30多以上了，适量的给它遮一遮阴，它只要一个散射光就能养得特别好。我再看看屏幕上大家还有什么。谢谢送的小冰机。后面的鱼是这个蓝瘦金鱼，大家对于这一颗伯乐锦曼绿绒还有什么想听的吗？我来给大家去讲解分享一下。如果你对它种草了，我就可能要，是不是？名字是哪一个是吗？来，可能你是新朋友，你看它的学名是伯乐锦曼绿绒，它的艺名是月色朦胧假核桃，这是我们直播间的朋友给它起的艺名，就方便大家去记住它。它真的因为每一片叶子呈的这种变化多端，就是有种梦幻的感觉，它就是又像月色里面的核桃，我们可能会待会会有讲到新的核桃。40度的高温会不会晒伤？会晒伤呢，尽量去拉一下那个遮阳网，或者就把它放在室内散光有明亮的散射光还有通风的地方就可以养它。它是绿植里面很好养
很皮实的一种植物。咱们150万再抽好不好？120万都已经到了，然后抽奖的那个速度又得要咔咔快，就是整个都乌泱泱的那种感觉。我们放慢一下，因为我们在介绍植物，等介绍完了以后，刚好就到了50万，就150万，咱们再抽奖好不好？好不好？大家对这个植物是不是好了？那待会儿，那我现在看到大家都在有仙人掌，我有种了，我们下一期给大家分享一下好不好？别的仙人掌好不好？啊，对，我是每周五给大家来一下这个弄个小直播。就是贩卖绿色，不是分享绿色，贩卖快乐，好不好？今天是有抽奖活动哦，大家点一下赞，好不好？点到150万的时候给大家抽奖，抽奖的前提呢是点亮左上方的小黄心，关注一下我，然后是我的粉丝团，加入我的粉丝团，只要是我的粉丝团成员，并且这一场给我点亮粉丝灯牌，那就可以进行抽奖的活动了，150万，好不好？大家不着急，让手稍微歇一下，我们再给大家推荐赞赞植物小课堂一期一会的鲜切花。那我们今天的鲜切花是什么呢？已经有露出了是吧？那今天给大家分享的呢就是这个荷花，给大家分享的是荷花。已经到了大暑了，怎么可能不给大家推荐荷花呢？荷花是必要推荐的呀，荷花是一个出淤泥而不染浊，清廉而不妖的这么一个植物，是不是？是象征高洁的这么一棵植物，所以肯定要给大家推荐啊。你看，这个是我昨天去花市买的啊。不敢碰啊，这是我昨天去买的这个荷，感觉有点翻车了，不好意思朋友们，这是我昨天去花市买的那个荷花，因为为什么我好后悔啊，为什么不今天才买呢？我其实就是想给大家准备一下，我万一怕它没有展开。没有展开就尴尬了是吧，咱就看到了一个花骨朵，所以我想着昨天去花市买来，让它可以有一个盛开的盛放的这么一个状态来给大家分享一下，能看到它这个真的是濯清涟而不妖，出淤泥而不染浊啊，对没错，我现在因为它叶片掉下来这个脑子有点混乱了，哎呦，这个是它的莲蓬，这个就是荷花。如果我们对它的这个莲子的确是可以就是给它摘下来吃的，那个莲子啊它是有那种养心然后去郁啊养心益肺的益肾这么的一个功效，所以又可以清热解毒，它的莲子是有点稍微有点甘甜，吃下去有点略带苦涩的这么一个小的小味蕾小感觉，所以很适合夏天解暑的。哎呀，就是真的天天都在小翻车。然后它这个荷花是有那种止血化，兄弟你能不掉了吗？我待会儿还要教朋友们怎么去叠荷花呢。然后它这个荷花的这个叶瓣是有活血化瘀的功效，也是特别好使的。
拿荷花瓣泡澡，咱就是说有点小奢侈，但是没关系，咱们都是小康家庭，这个很便宜，我在花市去买的，才三米，哼，我学到了，三米的价格就能买到了一支莲花，所以很合适。我不敢碰它了，我怕它接着又掉。就是你看这个荷花真的是在就《荷塘旧忆图》里面也有去记载，他们说是荷花开了就是银塘悄悄，多美啊，以前写的这么一个意境，荷花开了就荷塘银塘悄悄。为什么叫银塘悄悄呢？就是它慢慢的静静的去开放。银塘呢，在我的理解里面啊，就是说它那个你放在就是湖面上，就是一个景观的湖面上，太阳直射下来，它波光粼粼的这种效果，所以就称为叫银塘。这个是我对这个诗句的理解啊。就银塘悄悄，就是夏季静悄悄，听着知了的蝉声，是多么一个惬意的一个事情，是吧？所以你看古时候人家记载的多好，意境多美，就是，是不是？对，荷花真的是又象征高洁，因为每次都是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这是大家就耳熟能详的诗句了。哎呀，哎呀，这个的确是。啊，是，你说的就是，好不好？这个你看，这个状态，卷舒开合，任天真，是不是？你看它这个含苞待放的这种感觉，是不是特别的好？这个就是这个就是。李商隐写的诗句，任天真，就是他卷舒开合，任天真，他就是一个你他是一个鲜切花，但你没办法去规定他什么时候去开花的这么一个植物，只要你把它给切开了以后，可能它开放就比较随意了。所以你看李商隐的这么一个诗句真的写得特别的好，卷舒开合，任天真，它就是很任性，但是它开的又是那种灿烂的这个样子，多好。还有今天呢，然后还可以来给大家，就是其实是如果大家种草了，夏天去买荷花，然后还来给大家教一下，你这个荷花如果打不开，咱们需要手动的去人为干预一下，让它打开。但是咱就是说，我怕我这个有点翻车，它的花瓣已经要快掉完了。我可以给大家演示一下。没有，大家看到一个这样的一个莲花，它就是这种含苞待放的样子。如果你就是带回来插到花瓶里面，呀，这水滴的呀，小水滴的。小水滴的，你看它含苞待放，你需要把它给倒下来，这样
要手的这个方式，啪啪啪啪啪啪，给稍微给它打蓬松了一点，它就会有这种比较含苞待放的这么一个架势。然后如果它还是不开，咱们可以手动去让这个花给打开。来，我来教大家一下这个插花的方式。哎，朋友不给力呀、啊、就是这样，咱就把它给这样对折，好吧，我拽着它一点，我怕它掉了，就这么一对折，这么一对折，哎，马上，我感觉它不薄有点，然后就这样对折它，把它像那个玫瑰花的这个手法，然后这样对折，对折开来。你就会看到一个真的像是荷花盛开的时候，因为夏日炎炎，你可能就是外面室温太高了，你不想在外面欣赏荷花，没关系，咱们就在家里面独自欣赏，好不好？你看荷花打开了，是不是但就是说刚刚大大的这荷花才买来一天，没关系，就是手法就是这么一个手法，咱就是比较无奈，没关系，是吧？这样梅花就是对吧？梅花、荷花就盛开了。如果大家到家了以后不知道怎么去醒花，其实家里面有喷壶，往里面水里面灌一些水，因为荷花是比较喜水的植物，就往里面灌水，然后它吸收到了这个水分，它就能如这样般盛开。咱就是说不敢碰了，这是一个折荷花的一个方式。还有一种方式，但我有点不敢尝试了，我觉得这个不行，咱就是说这个有点不行，这一颗换一个新的折荷花的方式。如果荷花能正常的去盛开的话，没问题，咱就可以不用这种方式。这种方式呢是真的是，哎呀，它在底下滴水呀，我的天，人家待会儿还以为我尿床了，万一等我站起来大家一看到啊说这个人直播还尿床了，那多尴尬啊。有太尴尬了，看真是的，入裤裆。笑死。然后这个荷花你看，它其实这种四开半开的这种飘飘欲仙的感觉已经很好了，咱可以不动它，对吧？因为它就是这么任性啊，开合任开放，对吧？李商隐，咱就是说不是我说的，咱就是说李商隐说的，对吧？书卷开合任天真，来，我不管了，翻就翻了，咱就是说，来，这个这样，哎呀，这，我，那对，别折了，我怕折，
听啊、那我不碰它了好不好，下一个好的咱就花多一点钱，花多一点价格，花多一点米，咱买一个价格高一点的，这个可能三米真的我真的是想给大家推荐好看好养好买的植物去来做鲜切花。这3块钱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3块钱我都一杯奶茶都不到。咱们那么夏天那么爱喝奶茶，第二个方法真的不够了吗？啊，第二个方又掉了，我是担心啊。行，那我弄一个来。来，我很好奇啊。你就是想让我翻车，你好奇，你就想让我翻车。行，咱就是说没关系没关系，就是翻了就正常翻了，我们看到它此刻的这个美，它下一次翻车，它那种刚刚你们看到了这个蛋花，可能就是你看它这么婀娜的这个身姿，对吧？散花也是散好运，把这个好运送给屏幕前的你们。没有，我没碰，我就这样，我没捏它。对，不行，真，我怕，不，我还保护下它吧，保护下它吧。它真的有很多叠法，没关系，这一次咱看不到没有关系，我们可以下一次下一期如果有第11、一定有第11讲的时候，下个周五我们再去尝试它，我们换一种更多的一种叠的方式，让大家在家里不用在炎炎夏日的荷塘里看到荷花盛开的时候，你就在家开着空调就喝着茶，然后还能品一品荷花曼妙的身姿，好不好？哎，你看这个就是正常荷花盛开的时候，这个是咱们人工稍微就去美化了一下开着的样子，是不是也有别具一格？这个小手只要是灵活的小手都能好不好？下一次直播下一周下周五依旧老时间九点开播，好不好？谢谢送的小红盖头，谢谢送的小红盖头。这个荷花是真的，哎呀妈呀，我这个花房现在已经弥漫了荷花的香气，因为它全都掉下来了。这个荷叶大家可以洗净了以后去，不用浪费它，它既然掉落了我们不用浪费它，可以拿它来泡水，它是有那种活血化瘀的功效的，特别好。手开莲花，所以大家看到了吗？这个赞赞植物小课堂第10讲，给大家推荐的是，大家还记得它的学名是什么吗？如果记得的话，请在屏幕上打出它的名字好吗？让刚进来的朋友知道这一棵的植物的名字。哎呀，大家忘了吗？你们是金鱼的记忆吗？怎么都忘了？哎，大家
对，哦，看到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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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谢谢大家。这铁观音，咱就是说差别有点太大了吧？这个它的学名是伯乐锦曼绿绒。我今天的脑袋真的有点恍惚。伯乐锦曼绿绒，它的艺名是就是直播间的朋友给它起的名字，月色蒙。不是，这个不是，这个是我起的，这么高雅的名字是我起的。月色朦胧甲荷汤，月色朦胧甲荷汤。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它每片叶子呈现的状态都是不一样的。你会期待它下一片叶子，它是又开出了什么样的花样，对吧？它能给你惊喜。好了，这个是给大家推荐的啊，伯乐锦曼绿绒。它是一个锦化的植物，但是价格性价比很划算。谢谢送的万花筒，谢谢小礼炮，谢谢我。然后赞赞植物小课堂推荐给大家的这个鲜切花，鲜切花呢就是荷花。谢谢送的小黑墨镜。kiss， 荷花真的是一个寓意高洁的这么一棵植物，在炎炎的夏日，你值得拥有。你看吧，哦，我突然想到一个方式，你看这个荷花，我去可以尝试一下，它去蒸这个，放蒸馏水或者把它蒸干了以后，它是不是有那种粉红色的那个颜色？如果它有这个粉红色的一个色素，我们可以就着那个冰粉，大家可以去买那个冰粉，然后取着它的汁液跟冰粉一滚就搅拌，然后放到冰箱里面，然后冻它，咱就是说3个小时还几个小时，完了以后它就变成了一个粉红色的冰粉，然后我们就可以坐在家里面吹着空调，看着荷花盛开的样子，吃着冰粉，然后看一个电视剧。哎呀，完美的完美的下午，完美的下午茶，完美的周末。所以这个周末大家真的可以去尝试一下。对，伯乐锦曼绿绒。哇，时间过得好快。哦，还没到。冻它个7749天，那夏天就过去了，就马上就要到秋冬了。秋冬我们应该要去温补了，而不是就是，是吧？我们冬天就开始养生了。如果新进来的朋友没有关注我，请点亮左上方的小黄心关注一下我。如果你对我和植物动物都感兴趣的话，可以加入我的粉丝团。我每个粉丝团后面都会有它的属性，专门的属性，你对哪个属性感兴趣都可以加入，欢迎你的加入，好不好？好啊，现在我们可以进入这个，我们就是大家说特别好奇或者是感兴趣的这么难受的这么一个环节。马上没到呢。好的，来，我现在来给大家说一下规则。刚刚谢谢送的小爆冰，好不好？我们这个点赞到了150万了之后，我们要进行新的一轮的抽奖。那抽奖需要大家点亮一下左上方的小黄心，关注一下我，再进入我的粉丝团。只要是我的粉丝团成员，并且今天为我点亮粉丝灯牌，就可以进行抽奖了。好，刚说完，咱就到了150万了。然后内容呢，就是大家可以在屏幕上。大家在屏幕上打赞赞植物小课堂，因为今天是赞赞植物小课堂第10讲，很感谢大家陪伴了我10期的这么一个小节目，
就来给大家分享绿色贩卖快乐，让大家的疲惫的周五能听我闹哄哄，就是乌泱泱闹哄哄的说了这么一通，分享了我的快乐，也希望能治愈你，然后在周末的时候去逛逛花市，然后看看身边的植物，让自己放松下来，对吧？缓解一周工作的疲劳，或者上课啊，或者工作啊的疲劳，好不好？好的，大家在屏幕上打一下赞赞植物小课堂。我现在话不多说，进行抽奖了。本轮还是抽三次，好不好？就截屏，第一个看到的第一个 ID 就是中奖的你。好啦好啦，马上哦，三二一，截图。好啦，这是第一个，已经截好了。接着呢，我们就是150万第二次抽奖，三二一，好啦，抽奖啦。接下来我们就第三次150万的抽奖，三二一，好啦，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大家可以让小手歇一会儿了，不要再打了，好不好？我们现在开始公布中奖的朋友们。不行，门外的朋友遇到了一个问题，但是你看他这个不算中奖吧？哦，这个还没开始。哦，不对，我现在再，我现在再截一个，刚刚截快了，上面都没出字儿呢。好了，我再截一个好不好？三，大家再，哎，没了，大家再划，赞赞植物小课堂，还有一个名额，最后一个名额。好了，我看一下，哎，哦，我这个手机有延迟，我刚刚是看到屏幕前的你们这个手机，所以不行，我现在最后截一个好不好？我不看。现在已经出字了，三二一，150万第三个已经结完了，谢谢大家，谢谢大家的支持，也恭喜中奖的朋友。因为我为什么再结一次呢？是因为这个这里因为有延迟了，所以他的那个赞赞植物小课堂还没有出现。现在大家可以不用抠了，已经抽奖结束了，好不好？大家歇一下，歇一下，谢谢。哎，那第一个中奖呢是这个朋友，150万的第一个中奖的朋友是脱发少女随。这个有点，谢谢送的爱的守护，谢谢，我需要帮手。需要帮手，他这个就是赞赞小课堂没有植物，那怎么办？那就
就是那就重结呗。不是，那就肯定是第二个了嘛。哦，那也行。那个朋友，那就是按规则来嘛。嗯，就是，哎呀，有个小规则，但没办法。哎，我公布了第一个吗？哎呀，我忘了。那我再重新公布一下150万第一个中奖的朋友们。第一个中奖的朋友是脱发少女随。第二个，因为第二个朋友你打的是赞赞小课堂，漏了植物两个字，对不起。但这一次我们可能还是要按着规则来，虽然就是说我很想给你，但是因为屏幕前还有很多朋友们，我们一定要就是遵守这个规则。嗯，那我就把我现在就是辣椒藕泥酱酱酱酱酱，我祝你生活天天开心，万事如意，好不好？好不好？那我这一次就不能给你礼物了。第二个中奖的是那个 SUGU 那个。哎，是赞锦吗？是赞锦小狐狸是吗？这个朋友你是中了150万第二个奖，好吧。第三个中奖的是朋友们，因为前两个朋友他没有点亮粉丝灯牌，所以不好意思。那这一次前两个我就不能算他了，只能算第三个朋友。第三个朋友是念，恭喜你中奖。前两个朋友也不用灰心，就是能在屏幕前看到你也是幸运的，好不好？就是啊，祝你有一个愉快的周末。然后现在150万中奖的三位啊。左上角吧，我在这里看左上角。对啊，就是看到屏幕前上方有一个红包是管理员发出来的，你请点一下，然后联系一下管理员，好吧？我们会就是他们会私信的去沟通你的地址，然后兔签，然后你喜欢的、你想希望的寄语是什么，我们都可以，只要咱们是和平的，就是比较合理的都可以写，好不好？然后我都会分享。谢谢大家的支持，谢谢大家。大家可以不用在屏幕上打那个赞赞植物小课堂啦，先歇一歇，让小手歇一歇。没关系，这一次不中奖没关系，今天来屏幕前的你们我都看到了。那下一次吧，好吧，下一次我们还会有其他的礼物，我会准备的更充分一点。然后经过这几次的直播，然后了解大家的需求是什么，喜欢的东西是什么，然后再给大家准备新的小礼物，好不好？没关系。其实抽奖只是一个小环节啦，希望大家每次到周五的时候有一个习惯性，就是来看一看我，大家就是和大家面对面的去沟通，然后分享绿色贩卖快乐，让自己的生活多姿多彩，让身边就是充满治愈的感觉，这是我由衷的想法，好不好？还是要快快乐乐的，毕竟明天就要周六了，周末了。想让植物安排好的，因为现在我其实本来是也有想给大家准备植物，为什么没有准备呢？是因为夏季本来就是高温，然后我本身就是属于一个小玩家，然后去养这些植物，打包技术可能不是特别过关，但依旧还是要为植物的
安全，它能好的运输到你那一边。希望还是比如说什么秋天呢、啊，天气稍微凉快一些，我们就是运输的过程就减少了很多风险，好不好？我会安排的，大家放心，大家放心。呜、哦，操了，操了，还配上？不好意思，小小的翻车了，水压不稳，洒在了海派上。其实不是顺不顺风的问题，就是每个快递你打包好是没有问题的，我会。如果你是中奖，我要把植物寄去给你，是没有问题的，打包也没有问题。重要的是现在温度太高了，植物可能需要短的话一天两天就能到，长的时候三四天送到你的时候，它可能会被闷坏。所以咱们为了植物的考量，可以把这个植物的抽奖放到后面几期，没关系的，没关系的，好不好？我也希望就是能养，把植物养出一个最好的状态，然后咱们再搞抽奖，新的抽奖，然后奉献给大家，好不好？好了好了，我们现在言归正传，这个奖也抽完了，车也翻完了，咱们又回归到就是平静的一个状态，慢慢给大家分享一下我这些可爱的蓝兽，好不好？对，植物也是生命，我们其实就是享受它给我们带来的治愈感和美感。能抽鱼吗？这个鱼是真的不好打包。我想一想好不好？我想一想，如果大家后面想要鱼的话，我想一想，我想一想怎么有一个方式是稳妥的。首先我们要保证就是动植物的一个健康，一个安全的一个状态，我们再去考虑好不好。今天的水，哎呀，有一个朋友了解了，肯定是往昔你也一直来看我的直播，所以你才知道啊，今天的水的确是浑了。为什么会浑呢？其实我经过它是前天浑的，我就是用了排除法，有两种方式，一种就是喂食喂多了，因为可能想的赞赞植物小课堂第十讲嘛，准备的稍微充分一点，我可能喂的也比较多，然后让他们吃的胖乎胖乎的，来见一见可爱的你们，对吧？把他们最可爱的一面奉献给你们，就是屏幕前的小可爱和缸里面的小可爱就是相见面，是就是。就我的私心啊，所以可能让它吃多了，吃多了鱼是健康的，但是这个消化系统可能有点超负荷了，所以导致的水浑，这是一种可能性。还有一种可能性，可能这缸水马上就要变成绿水了。绿水呢，就是绿水呢，就是咱就解释一下为什么叫绿水。绿水就是它里面的这个，你像那种绿苔，这个藻类，它这个小藻菌，它爆发了，太多了，就是水太肥了。水太肥有可能是它的排泄物，还有是饲料的残饵，遗留下的饲料就会使这个水变肥。变肥，它这个小球藻菌就会爆发，爆发就会由这个白色的比较清透的水慢慢变成绿水，绿水完了以后，你就会看整一缸都是绿色的，
有可能你都看不到鱼了。这个就是绿水，但是有个俗话说，绿水里面出肥鱼，出好鱼。绿水有绿水的好处，绿水养鱼，就是它能使这个鱼的颜色会更加的鲜艳，它能保住这个鱼的身上绚丽多彩的颜色，也能使这个鱼吃得更白白胖胖的，它有辅助的作用。为什么这么说呢？我猜的啊，因为他们吃那个小球藻菌，就是绿藻菌多了以后，它可以去吃它，吃它们就是像那样藻嘛，绿藻嘛，底下绿色的边上这些都是藻，吃完它了以后，它就助消化了，它就能吃的更多，它吃的更多完了以后，它就不是就变得白白胖胖的了吗？所以就是大家俗话说啊，绿水出肥鱼，出好鱼，就是这么一个意思。对，绿水还挺难得的，但是也挺好养的，因为绿水就是开灯时间长了一点。藻类是会跟鱼就是抢氧气的，因为它在夜晚上如果没有灯光，它就进行不了光合作用，它还是会释放二氧化碳。如果释放二氧化碳的话，它就会跟缸里面的鱼抢这个氧气，但没关系，因为我除了它这么大的一个过滤系统，还单独给它放了氧气头，所以它的氧气是足够的。鱼也需要休息啊，动植物都需要休息。到晚上了以后，我的灯光也会关了，然后植物也要进行休息，动物也要进行休息。这个是欢迎新朋友进来，如果没有关注我，请点亮左上方的小黄心，关注一下我，再帮我点亮一下粉丝啊，不用了，就关注一下我，再进入我的粉丝团。如果粉丝团每个都后缀都有名字，你对哪个粉丝团的属性感兴趣都可以加入，好不好？这是一个贩卖快乐啊，分享绿色贩卖快乐的直播间。大家对小鱼，就刚刚我是给大家提出了，就是讲解今天水为什么这么浑的原因了，好不好？大家对这后面的难受金鱼还有什么新的问题吗？绿植怎么为什么会发黄？发黄有很多原因。首先给大家，如果叶片发黄的话，有可能是，如果它是在底下的叶片，就是最最底层的，比如说，它这个叶片最底层的叶片它发黄了，那有可能它是正常的消耗，咱不管它。如果它是在上面，就是刚长出来的叶子就发黄了，那可能你要去排除法，有可能是闷到了它的根，浇水过多，它的根系不透气了，它水绕了多了，绕根了，它有可能导致发黄。有可能是现在天气高温，太高温了，通风不够，也有可能导致发黄。还有一种原因就是灯光不够，就是阳光不够，植物吸收不了更多的那个太阳，它就产生不了更多的叶绿素，就进行不了光合作用，所以也会导致发黄。朋友你可以去进行一个排除法，排除一下。你家的鱼尾巴上有白点，白点有可能是有可能是水里面有菌，它附着在鱼的身上，你可以多去观察一下它。还有一种就是白点，就是很容易它从一个地方慢慢的迅速去布满全身，那这时候你可以去下一下，就首先咱们把
鱼缸的温度调高，调到30度，然后使温度升高了以后，它那个白点有可能会消失。然后养鱼一般有三件套嘛，下盐，然后高温换水，三件套可以进行去改善一下这个白点。什么鱼最好养？朋友你说对了，那就是云养鱼啊，就是你每天，就是每个星期周五晚上9点你就可以来我的这个直播间，我们可以一期一会见一个面，然后能看看鱼，然后每一期欣赏，哎，我的小鱼有没有长得更大了一点，就是你此刻看到截屏即可拥有，好不好？如果是你不是开玩笑，我不开玩笑啊，不开玩笑的话说，就是什么鱼好养，我推荐你去养斗鱼，又好看又好养。还有什么青酱啊、什么市场比较多见的孔雀鱼啊，都比较好养。斗鱼太毒了，那就灯科鱼啊，灯科鱼好养的，因为，哎，谢谢送的小黑墨镜 ，kiss kiss。然后刚刚说，如果你觉得斗鱼是好看，但是它太独立了，如果两个斗鱼是公的放在一起会打架，对吧？那你就可以比较适合群游的植物，什么灯科鱼都是可以的，比较好养的。植物它是一片飘过去，就是那种群游的效果特别棒，就是然后因为我这个灯照下水波光粼粼的映射在墙面上，就真的有一种很静谧的感觉。每一天亲吻鱼好养吗？亲吻鱼是叫啥了？那个叫，就白色的吧，好养的，好养的。但是它是热带鱼，热带鱼呢就需要加温棒，就是长期在缸里面备一个加温棒，温度是个恒温27-28度，是比较它适宜生长的这么一个环境。客气客气，谢谢送的小黑墨镜 kiss kiss、不需要加热的鱼有哪些？蓝瘦金鱼，它就是它属于广温鱼。广温鱼的概念就是它的温度跨域很大，它可以接受0度以下，也可以接受30度以上的高温。是蓝瘦金鱼，但是不推荐新手去养它，因为它就是比较难养。咱就是说，可以零下，因为古时候大家都会买那个瓦缸，以前都没有那种过滤系统嘛，没有氧气打氧的那种打氧泵，但是北方都会养那种。叫那种瓦缸，大瓦缸养的古法养鱼，就是不带过滤系统的，它里面会种满了荷花或者是其他一些观叶植物，比如说是什么铜钱草，放在水里面也哦，南方也有，对，南方也有，我刚刚说的话有点偏差了，打一下，对，不够严谨，其实南北方都有，南北方有，南方有南方的鱼，北方有北方的鱼，南方有南方的养法，北方有北方的养法，都有都有。嗯，就是那时候有古法养鱼，它是能接受北方的冬天下雪天的，能接受零下的。广温鱼和热带鱼能放在一起养吗？首先是要看鱼的属性，就是你买的热带鱼和广温鱼有没有攻击性，
如果没有攻击性的话是可以养的，你只要在鱼缸里面备一个加热棒，就是它需要恒温，因为你有热带鱼对吧，你要放在一起养的话你必须得加温，如果不加温的话那个广温鱼可以了，热带鱼就不行了对吧，但是你要是加温符合热带鱼了，但是广温鱼也能接受这个温度，所以就 OK 啦，我们这个方案就解决了。对，确保不会大鱼吃小鱼优胜劣汰。这个鱼是蓝瘦金鱼，它是属于金鱼的，但它的学名是蓝瘦，蓝是兰花的蓝，瘦是长寿的寿，蓝瘦金鱼，大家也可以叫就是就比较就给它的爱称就是波妞，因为它们就是头那个壮悠壮悠的那种忽悠忽悠的那种感觉，就是游起来那个小尾巴固拥固拥的，就特别的可爱。你说的朋友，你说的喂食频率是什么意思？就是每一种鱼有不同的喂食手法。但是它那个金鱼还是吃的比较多的，金鱼和鲤鱼都是吃的比较多的。朋友，你说这个特别可爱是吗？它是头有一个小红花，有点就是像那个上学了。就是你是一个三好学生，老师给你搬了一个小红花，然后自己又脸红了，就是有点获奖的感觉，脸红了，旁边还有两个小腮红，特别逗。那一颗鱼，那头鱼，那只鱼，那条鱼。Hello， 大家好，新进来的朋友们，如果没有关注我，请点亮左上方的小黄心，关注一下我，再进入我的粉丝团，好不好？每个粉丝团后面都有不同的属性，你对哪个属性感兴趣都可以进入。乌鸦鸯群呢，是所有无话不说，好不好？只要不要有点小出格，就没问题。我喜欢养鱼啊，我喜欢养鱼，喜欢养就是动植物我都喜欢，它的确是能让我们在城市的比较一个快频率的工作环境下，能让我们定下心来去观察生活，从生活中去提炼吸收你想要的营养，也能使你整个人的心情会舒畅很多，平和很多。鱼不会啊，我这个灯是定时的，他们到12点会自动关闭，就会睡觉觉了。什么植物好养？植物好养？植物好养，这个很好养啊，就是今天赞赞植物小课堂一期一会推荐给大家的，好看好买好养的伯乐锦伴侣绒。朋友，你是新进来的吧？如果新进来，请点亮左上方的小黄心，关注一下我，再进入我的粉丝团。每个粉丝团后面都有属性，你可以进入植物的那个专门聊植物的群。可往期也给大家介绍了很多植物了，真的是很好养的植物，也会给在里面给大家分享一下这个植物的就是养殖手法，能把你家里面的植物养得漂漂亮亮的，水灵水灵的，好不好？赞赞养乌龟吗？哎呀，说到乌龟，我就记得小的时候吧，上小学，就是在海南那边上小学、上初中的时候，就放假
就是每天放学会路过一个水族馆，都会看到小乌龟，然后每天也就会就不是每天吧，就把每天的零用钱存起来，然后买小乌龟，对，买小乌龟，买了好多小乌龟。那时候可能就自己没有特别强的保护意识，然后他们又爱跑，然后那个小乌龟爬爬爬就爬到各种角落，然后我就找，然后时不时在这个角落里面又看到一个乌龟，在另一个角落又看到一个乌龟。我是对这个是让我使我对乌龟的这么一个印象很深刻的一个阶段吧。巴西龟是属于杂食乌龟吧，它就是既能吃素又能吃肉啊。这个巴西龟我之前也有养过，也有看到朋友家也有养过，很多朋友现在家里面也都养。它是杂食性的，它能吃鱼肉、牛肉，就是鸡肉应该都能吃吧。啊，对，然后虾肉这些应该都能吃，然后素啊，比如什么菠菜呀、青菜呀，应该也都能吃。然后他也吃饲料啊，如果你很忙的话，要工作要上学很忙的话，你就可以给他喂饲料就可以了。谢谢谢谢你夸我的新发色，也是为了那个赞赞植物小课堂第十讲重新把小黑发给染回来了。这个，然后这个发型也是今天头一次自己去尝试弄的，锃光瓦亮的。没事啊，就是趁着休息，然后叛逆一下。染了一个小灰头，然后现在，乌里提尼已经来了，然后让大家看一看乌里提尼吧。乌里提尼，过来，上来，咋了？乌里，上来嘛。其实为了第十讲，他俩也是还去美容了呢，也给大家看一看。哎呦，可以顺便给大家看看好不好？我们底下就不给大家看了，我们不给大家看底下了，我们是女孩。听你过来。我喜欢北师大哪个食堂？北师大的食堂真的是便宜又好吃，学武食堂吧，还有教师。哎呀，我的记忆呀、啊，除了学武还有很多好吃的食堂。对，这个不是荷花贵，这个是今天赞赞植物小课堂真的给大家推荐一期一会里面的鲜切花，因为刚好也暑期也是大暑了嘛，荷花慢慢的含苞待放了，破出淤泥长出来了，高洁美丽啊！这个怎么都成这样了，都能看到花心了。听你，来，宝宝这，快，来，哎呀，被迫吃，你看他们已经剪了小头，
提你，这个后面的鱼是蓝瘦金鱼。好了，马上就要到我们的跟大家说再见的时刻了，给大家看一下我给金鱼喂食，看看一下他们的状态好不好。哎，听你下去，哎呦，那看他们对教师食堂，这个可能是离我上学就是那个怎么说上课比较近的地方。哇塞，好多回忆啊，都是我的学弟学妹们吗？你们怎么都知道啊？哇塞，好怀念。对，是教职工食堂的确紧挨着艺术楼。哇，真的有师弟师妹啊，祝你们学业有成，然后毕业了以后找一个你喜欢的，然后还能解决温饱，这有点不行。高薪，好不好？找一个你喜欢且高薪的一个工作。你看小鱼，这一会儿一转眼的功夫，他们已经吃完了，吃得很快。哎，是有新来的朋友问怎么突然直播了，其实就是我在拍戏的没有在拍戏休息的时候会给大家分享一下我业余的生活，这就是我私底下的生活，这是我的一个花房，这是我养的动物，这是我养的鱼，还有这后面的都是我养的植物，这是我家里面的一个小花房，来给大家直播分享绿色翻倍快乐。你就可以每周五好不好晚上9点来关注一下我，咱们可以唠唠嗑，然后下分享一下日常的快乐，好吧，近期的新鲜事儿。好了，赞赞植物小课堂第10讲到今天已经差不多结束了，我们放一首保留曲目。真的一晃而过，真的2个月的时间了，大家一起陪伴我到了第10期第10讲，很感激大家。就刚开始要做这个系列直播的时候也没有底，我可能是私底下比较闷热的这么一个人，可能会在自己的一个小世界里面会突然的失踪，就会导致这些花鸟鱼虫，大家会找不到我的人，也不知道我近期在干什么，所以最开始的初衷就是给大家来告诉一下大家，来给大家分享一下，其实我过得很快乐，也希望这种快乐能传染给你们。
哎呀，还有朋友进来了，没有关注我，没有关注我的朋友，请点亮一下左上方的小黄心，关注一下我，然后再进入我的粉丝团。每个粉丝团后面都有不同的属性，你可以了解一下，好不好？然后每周五晚九点，我们都能一期一会的去见面，去唠唠嗑，聊一聊。今天的抽奖其实就已经到这了，下一次好不好？下一次一定会给大家。哇，今天是多少？今天多少了？我没看。你们可真的是小聪明蛋，说没有抽奖了就不给我继续点赞了。啊？没事了，歇一会儿，歇手，已经很感谢大家了。如果没有关注我的话，请点亮左上方的小黄心，关注一下我，我最新的动态会推送给大家的。我这通过这一期，这一次，我已经发现了你们的实力了。怎么又掉？哇塞，不能碰。哎，我 CP 在这儿啊，这个 CP 啊，那个丝瓜精和那个搓衣板在这儿啊。好，他俩分开。好啦，我们马上就到这儿就要结束了，我们愉快的周五小时光，期待你，祝福你们的周六。好好休息，晚安。拜拜。